什么？来，开始点菜喽。蛤蟆哦，蛤蟆免买一百，拄只安怎花阁花五十？来，我讲起码嘛免五十啦，今仔蛤蟆要求大了嘞。来，切两个，买切等于猪等，大哥好，要吃什么？等一下点菜哈。来，要吃蛤蟆还是菜三餐？来，二十块哦，等二十块来，大家都可以买哈。今天蛤蟆是大颗的哦。哦，来，买二十块来，大哥别弄混来二十。你差拢咩啦？甲你个人生咧认出来个呢？有，我带水花嘿，等我一个去，我亲切花蛤蟆哈，来二十块拢有哦，来老大也袂来个呢。迄蛤蟆做煮汤好吃啦，来啦二十块，二十块大哥也要来。哦好，就是来来，你差拢做咩了蛤蟆？我好来一个包三个无用来，来个呢来，阿爸可以阿爸个包起来。阿要食白带鱼哦，来白带鱼，一条哦，一条大多好，今仔日有只白带，还算太早个啊，太早个，阿无今仔日根本就足足足那出门个，阿无。十个，十个。来，有要食白带来五百块的，我来讲来，我招一个人家要补白带哦，虽然无大块，但是身高一六一，来五百块的，五百块来，讲正经个啦，今仔无生鱼啊，我应该袂上全部白带，但是人客啦爱食，咱就较好行。来五百块一个咩都，白带来，五百都，五百都，五百都，五百块都，要吃较紧嘞，多一半嘞，要第二盘。来五百块，这我整餐最美味嘞，来一个人家吃来五百都，来五百块来来，这边这边来五百，来一个人家吃都，来拢我也拢我你来五百块来，来带五百块，一个客人出去好了，有了哈，有了那我就收起来了哈，好谢谢来，二我要跟我吃啥，拢我来喝，要吃啥咪你讲。你讲你讲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还要吃什么来？赶快哈、啊，来鲑鱼来鲑鱼来，鲑鱼慢慢吃嘛，慢慢开爆发嘿。来鲑鱼要吃的来，一人一份来，五百块就好了。鲑鱼买五百的，五百好好加再有穿衫，下回较了紧。来五百的两条你来，三条五百你无再买来紧嘞。有没有想吃鲑鱼的？我再多送一片来，这片再给你，一样是八百不用哈，五百块就好了。鲑鱼我八块。无人要吃鲑鱼哦，而、欸、且你啊哦，等下哦，睁开看爸爸妈妈哦，上次迄时免讲啊，上红包免讲啊，炸两只鲑鱼，等下来蒸哦，比你上次都要欢喜。来，这个给你啊，五条哩，免卖你一千，免卖你八百，爱吃旁边来五百块的，五百块来鲑鱼，来招头一个人去吃，五百块的，五片鲑鱼卖你五百块，没有人要动哦，好，不动就不动，你不动我也不动啊，大家都不要动。来，阿哥要吃啥来？给你，经过我经理来，对啊，阿无海白遐个好行啦。还是你们想吃什么？哎，点菜点菜。来，海白大尾无？了都水。来，爱吃阿买买五百哈，来全部五个人过来吃，阿买少三百，来两百块钱，两百块来，遐要两百块钱。来，两百。来，今日遐两百，无人要银钱啦吼。我改讲免五个啊，我改变两分，我要少两百我来，今日。每个五个人去，四个人去吃，都一半拢我哩呐。最后两个客人来，遐变两百块给你。四个客人吃吃好了，这盘都给你们了。这边地遐大吃，这边辛苦的休息。来，最后两位来，两百块都买到了吗？下次两百块拢来哈，好啊，来喝，谢谢来，一样啊，包两位起来就好了哈，包两位就来红包。来，阿哥加一下。点点菜，我点咩？好啦，谢谢。阿不要插蜡烛，插个蜡烛好不好？来，阿要吃两只，两只出嚟啊！哎呦，可怜，台湾来，阿要吃三百一块，变两百来，两百块来，真的哦，今天的鱼品超厚的哦，而且没有刺哈，我去煮汤就好了。来，你们两个客人吃就好了，一份不用买，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来两，来一百两，一百块来鱼腿，变一百块来啊！今年啊，两个人给吃都。一半拢没有哩，一半哩。我阿叔，你有介绍你搞公安的个店？可以点菜哦。啊，你无人要点菜哦？会点着青菜点一个啦，啊无我拢唔知你要爱啥。来，牛二两鸡腿排，哎，唔是呢，这是柠檬香茅鸡腿来，我要接下来开三百块的柠檬香茅，非常好吃哦，而且你餐厅吃这个柠檬香茅鸡腿的贵，一斤来八十。三斤二零，四斤二零，六斤二零，三百块，三百块就好了。三百啊不，六斤二零，两分三百的，三毛柠檬三毛鸡腿排，我还没吃完，三百六斤，一百五来两百的，两百块来杯酒，柠檬三毛鸡腿，两百块，哇，三毛鸡腿不要两只，啊不，这两只够吃你了，一个杯子。
来200块来，柠檬香茅鸡蛋来，200块，我来，好，阿伯恁要吃啥？好，恁点菜我嘛不爱花，我要浪费我的声音啊，也许浪费我的声音嘛，我音浪费，你做要 KTV 的呢？来吧，起来，今仔开300，外公哦，我要今仔借千元五两，免300，200，要吃较买哈，唔吃嘛我白买哈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百一。3000元来，4000元5000元来，6000元来，7000元8000元来，9000元来，200元来，200元来，12000元来，200元来，13000元来，200元来，14000元来，赶快200元呢，还袂十五块啊嘛，还袂基本道理，到我十六只来200元，少钱来买伊啊，200元来，200元万个便宜件我看，卖个便宜件我看，下来200元来，200元拢歪啊，200元。有人买蛤蟆包开始包的，无人买蛤蟆是不够，开始包的，这是迄落啊，游戏规则啊，吼。后来下来包啊3点，然后随我包牌。来好，我准备吃啥货？来金光嘛，来300块钱。诶，恁有开啥货？帮我点菜呢，好歹势啦。来小款到300块来，一盒一百，三盒给你300的，300块来，一个人给吃。金光嘛300，啊，这个都3倍啦，300块一麦光嘛，诶，这吃一麦光嘛呢？来，这条路免600，免500，赶快300块。好，这条路来300，一个票都300块，300块。拢歪啊，哦，拢歪来，好，还无恁听的啥？听你唱歌吗？你听我讲话的呀？还没听你唱歌？我听你讲啊。各位老师，我冇收到现金，我要讲话恁听。好啦好啦，讲啊讲啊，要讲啥来？来来来来，讲讲恁的家庭，甲恁的事业啊，家庭啊，啊，即个问问，要问事的嘛，会使问啊。哦，问家庭，问爱情，问感情啊，吼，问婚姻啊，哦，事业、婚姻拢会使问，问父母的身体，哦，拢会使问来，开始挂号来，再挂号啦，一个号码。好啦，后壁一个容易啊，一个高易啊，恁要问事来啦，一个叫叫来，慢做起来哦。一个一个来哈，来来，大家登记来，大家挂号。号码牌。你讲什么？哪个同事的伊要挂号？哦，干水肉鲍鱼。你讲什么？没人要点菜。有啦，诶，啊，你要问王爷，王爷我着负责。你问爷说，爷说我着你问，拢有啦，拢会使啦。诶，你什么宗教拢会使？哦，啊，无老老母你，老母你买菜问。啊，无恁买来菜挂坏啊？好啊，无我卖讲话，我徛遮恁看。看下恁欢喜，恁就先等伊煮饭啊。有啊，市场有啊。好不？我已经画五项，无人要点单啊。我笑的，我搁画着画，我笑的，不是鱼啊笑的，是我笑的啊。可以点菜啊。拼盘，这个时阵拼盘加无用的呢，大哥。拼盘。对啊，算你偷偷背过。我今日准备啦，啊，无直接吃嘛是无聊。对啊，阿妈包了，我放恁回去啊！来，有要吃雪梨的来300块，雪梨头骨，水无大块无，来三块来四，啊是大家拢无炸钱出来，我只有20万，你去看看喽。啊，要挂号嘛，会使挂一个5000啊。来，有要吃雪梨的来300，大多人来招伊啊，你请我来，我就发落你做基金，来300拢啊吼。300块，我来讲，没300，要刷你头都一只刷你，敢那一袋呢？都可能有只坐互你看，哦，这拢餐厅叫的，一个人一份，餐厅清蒸红烧非常好吃。来，免500、400、300，200块来都，200块来，招一个人去吃刷你头都，200块，伊真正无人要订单的，哦，那这是什么店啊？这店是什么店？八卦店，汽车店。200呢？200块没有人要理我，那怎么办？来200，来去广茂的多少钱？200块，来1234个客人出去好了，不是500哦。来200块的，200块算你，就掏起来给带起来200，算你掏给200块，今天不要被领导们上面经理。来200的拢完哈，拢准备了哈，好谢谢。这么想要修改，您来就接个钱了，算你掏给200块。100块，100块有啊！我算不了你啊，来去两三来，你三个就，我就不啊，来200的，200块来，就几个人去吃，一堆200块不要卖啊，好，200块管够啊，我今天直接拿。哦，我今天用吹的，吹的是啥？用吹的，用吹的。
卖甲因加啦，卖甲因加，甲因加都冲起来，我就去看影片了。来啦，啊，搁要吃啥？花枝牌啊，来花枝牌，蒙贝啦。趁咱也要开一千，要开800，来有要吃有水无？刚刚切好而已。哦，衣服没有穿好，水无？用这里卖掉，开一千开800，来500块，500块，这个人准备200块而已，来这个要吃的。没办法到现场的话，来500块，500块，对于六千500，要让你吃哦，我们这个要上去了。来一个人给吃，来500块，对，500块，500，不管你当，要等于靠爸爸妈妈啊，嘿啦，爸爸妈妈赶紧带过来啊，给跟他买一罐新鲜的海产，让去回去让他吃，来一个客人买一份，买500块来，500，剩下菜佫无人要叮当，到底有啥物目的你讲嘛？这是我的来，这是我的来，现金都摕出来。你大大拢互我物件卖完，我较底吼，莫讲老赖啦，我自己拢老伊话去。我咧吃真系来500块，真正有人要坐，这是半路吼，来500咧，来500咧，500块，真系要500咧，哎呦，这500块佫无人要叮当啊，天啊地啊，这是要安怎做啊，这啊，头家有来无啦？好多人来嘛！哦，大家冰箱都是肉粽啊！哈、哦，哦，好了，这样子我不要卖500的了，我卖少一点，让你们可以吃到啊。来，480的，来全部五个人记得，一半拢卖给你啦，卖卖到500，卖给你开400，这吃尾鱼啦，刚切好而已，真的很新鲜，来一人一份，来300块，300块来，又全卖300。三百，啊、来，谢谢，来喝，啊，可不可以爱上？来，阿黑啊，阿蛤蟆过来，阿蛤蟆过来，来，下次两位客人谁买的？来，帅哥来，来，老板来，谢谢。啊，对，有要吃啥？蛤蟆都吃虾米啊？蛤蟆什么？对，有要蛤蟆爱来看哈、啊，吼、哦。这边。安尼，当然还放心这个爸妈就啦，哦，也是放心这个爸妈就啦。来，讲完100块的，100块有人爱出讲话的不？卖得200来，100块的，100块。一百块，看等下来搞怪台，不要好人来，来讲完100了，100块，100块，然后我知恁家吼冰箱拢变啊，我知啦，但是嘛来嘛是有，看到介意嘛是会使买呢，哎，一直看落吼，对我的物件无啥物帮助，我的物件心情会愈来愈歹呢，不是我啦，我就心情歹啦，不过吼，等下过雨雪哩会起来热控伊啊。你是要搞很贵卖啊？来啦，我们吃贡丸，100块的，100块来贡丸，一百，老大拢买买，想吃的啊，300，其他都拢我，200的，一半拢我的哦，200的，应该就通给你了，要准备炒的其他都，200块的，一半都搞平价来，我一吃贵的。好，我叫湖南妹的时候，我来处理啊，比较办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湖南妹不叫安怎处理？来回叫人200块来，200块，我那小块的处理，咱太费管了。来，我叫人买200块来，200块，给贵的来吃汤啊，给一个，你是要行几桌啊？啊，你爱甲讲啊，你爱甲阮大爱讲啊。来回叫人200块，200块，200，湖南妹吃不？
啊，你五斤，咱一盘了五斤，八百块，一斤八两嘛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一个人就变两百块来一盘而已了，花出来两百块来。还是你们有喜欢什么，你们可以讲啊哈，有讲话哈，有点菜哈，哎，没啥吧，没你那个两百块来，我叫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有人要吃我叫人无，两百块哇，啊，拢没人要点单哦，两百呢？两百，两百呢？安尼分出四个多好啊，钱两百块来一百嘞，一百块来，我叫人一百嘞。一百块，啊，有那边一百块啊，无人要插进去，可能你后生人当派，人要做飞机哦。来，好，啊，准备吃啥味？你讲。大哥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东西？随便点。你喜欢拼盘？原来真的是要拼盘。那什么拼盘？来，好，要拼盘的来，他是要那个汤类的拼盘。汤类拼盘。看就知道了，他们家哈、哦、住别墅，没有在鲨鱼，拼什么鱼？来，一千的，一千块来，也要一盘是不是？来，一千的，一千块来，来，我先招三个人过来，好啊，不管那个吼，真正会困，真正的，来啦，一千的，一千块来，喜欢就拿现金的吼，不要等待了，不用来，一千块来，弄过来啊，来来来，一盘要早说嘛，这个佛跳墙，脾气该弄不开了。有人告白吗？来，几千枚，一千块，是有大堆一个客人要吃，不在场还有啊？光美哦，光美那是会有一些表情符号。啊，仪器给你，大哥你的手边，对，三包给我，来，给你一千块，有没有人要再来一盘呢、啊？几千枚，两个了。哎，来一，再两个哈，一包回来，哎呦，他电脑在洗的搞僵。做别的吼，一分手袂使收钱，两百才才多。来，这里来，一千块多了哈，一千。姜母鸭，好来，姜母鸭来，姜母鸭来，三个三个。这普丰的哈，姜母鸭哈，加了就很好吃了，一盒来两盒啦，拿那个一盒的吃不够了，安尼总共要六盒。来，这里来，一千块，一千块来，个人要加无？最后一个个人哦，来一千块来。一千来，一千五啊！我两个蛋钱了啊！还有人要吃拼盘的不？这样一千块，当然还没有啊，这只是刚开始啊！不对，来一千块了啊！哈，来，包一个一点来啊，包一个多了就不行，我来交牌啊！哈，来一千的，三个客人出一千块，大哥你不是把皮包退出来？蛋啊！一千的，我卖蛋啊啦，看点你绝对欢喜啦哈！来包一只。包一只要加两只，来一千枚，来一包好我请你了。这关你去了，一个米蛋吼，会烧就一定爱点几滴的，滴剂的，等你回去不用煮了，只打开就冷盘就好吃的。来一千块来，一千块来，一千枚弄来啊！你老想要来弄会使带钱，我要倒你的吼，都一模一样的。来一千，按两个买尔呀。啊、你搁在上声，来包一个三两包啊！你等于吼，咖啡都加起来了，一盘拢最方便的。这一盘你回去，只要负责加热就好了哦。回去你不用再怎么处理了。来几千块，还有没？有啊，还有你去给他两两片干巴菜回去了，来啦，几千的，来一千块来，只有三个客人哦，没有啦，有很多客人可以买哦，可是要赶快哦。来几千块的，一千块，该买到了吗？安尼一千，安尼一千做难买无，别较紧的来一千块来一千块，真正三下买尔啊！这大哥听风声来，拢知我本产拢好卖啥？来一千买，来来来，再来，来一千买。好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来一千买，一千块，你先给老人多利来啦。我今天大气氛，啊你南边搞垃圾赛。来都无人啊！你搁等下垃圾赛，来一千块，过来买，过来买吃吧。一千块，现在你先去吃饭，慢慢吃啊。啊，千块啦，这是神队友啦。千拢有来啊，好来好，我给这边上，我感觉上也好。我那当板凳啊，这米哥四人份的，真的很好吃哈、啊。腿有学的麻油鸡哦，它有麻油鸡的香哦，而且鸡肉还蛮多块的哦。来几千块，
占卜一二三，三个客人，个人要吃吗？哦，你为什么要发言呢？你吃的啊？我差到一半，你差回来一半。来，一千拢来啊！个人要吃一半无？一千啊！我今日卖迄几百几百人家，敢那无啥兴趣来，要花一千块来，一千块，当贵是不是？当贵，搞贴一贴。